会很快，就一念自己。是，所有的都是一念。我有时候会，您说的那种，真正的那种觉醒，您刚才说到的，我有时候会刹那间会有这种感受，就觉得说。那你是某一刹那清醒了，已经不是觉醒，知道吧？清醒了，脑子不迷糊了。但是觉醒是另一码事，是觉醒以后再也不会不清醒。啊，对，就说多苦多累也不会迷糊，知道吧？啊，对，清醒。有一刹那，经常会有一刹那，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就会清醒一下。然后你当你遇到那个来的时候，又那个了，又苦了。但是就基本上不会把苦给到别人，就基本上不会去说对别人太那个，就会往自己里面去不断的钻，不断钻，自己又没法释怀。就会有委屈感，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当我清醒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受害者、拯救者跟受害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原先是想要拯救者，后面成为受害者。然后当我清醒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些，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个自己还是很那个，要更那个一点，在意识层面要更那个一点。所以就在这个当中在走，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会有希望去，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觉醒的。是啊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受害者，这种观念，有时候观念很重要的。你要认为你是受害者，那你就受伤害，所有的观念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灌输进去，知道吗？是的。你自己只要认知了，你就成了被伤害的人。是的，他们伤害你，只是人家没有按照你想你渴求的欲望去做，知道吧？人家没满足你的欲望，没满足你的想法而已。那只能代表那么如果他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去满足你的，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去成就他呢？你不能去成全他的想法呢？因为他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只是他有他的想法。那么翻过来，你去成全人家不成全你，为什么你不能成全他呢？你都不能成全人家的想法，为什么人家要成全你的？那么翻过来，你去成就他，你去成就他的想法，你有什么想法 ？OK， 你说出来。那么如果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做更好，对他的一生的幸福更好，那么 OK， 需要我帮助可以啊，我可以尽全力帮助你达成你的幸福。那没关系，这个你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你更幸福，你知道吗？对，有时候会。你会得到上帝的恩赐，而且甚至你会得到你想象不出来的幸运，知道吗？也许那个满足你愿望的并不是最好的。对的。最好的结果。最好的就是成全别人。就是说，当你有要求，因为你在商业情感很多方面，你会有要求对对方。但是人家如果不能按照你觉得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或者是按照你的想法成全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受伤害了，是不是？或者我觉得这个当然说商业里边除了欺骗啊，除了那种玩弄啊，那是另当别论。哎，如果是说人家他是只是因为正当的理由、正当的交往或者什么，如果我现在一般情况下在商业上，我现在抱着为什么会人这么多，就抱着成全别人的一个想法，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就觉得说，我现在的我认为我现在的那个就觉得自己太累了。太累了，那没关系。太累了，就是觉得身边帮助的人比较少，就这一点上就觉得想逃避。不想那个，就想说回家里去，然后好好的调养身体，好好的修修法。是，想这样，这个最主要是现在目前是这个纠结，其他在商业上。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出去，因为现在就是以利他的一个这样子，就时刻警觉自己要以利他的心去做事情，然后身边贵人也是蛮多，也得到很大的支持，然后也觉得还是蛮，心里面还是蛮喜悦的，就是心对，就是觉得说做这些事情，整个觉得做这个公司让我太累了，失去了好多东西。就觉得自己太辛苦了，就这个纠结，就想说好恐惧，要一辈子这样累下去，我怎么办？但是工作上的那种成就感呢？然后，当我们帮助到一些人，然后合作伙伴之间的互相的那个，我觉得蛮开心的。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你不会因为工作失去什么的。所有的还是你认知上，认知自己心的疲惫，但是你也知道心的疲惫不是单纯来自于工作，更多的不是工作。你会可因为工作这个事情只是利利头脑，知道吧？头脑多想一点，想法多一点，那大不了就是工作我走到了一个障碍的坎过不去嘛，那么我们寻求帮助就行了。这是有目标的，你知道。我今天我资金不够了，我就找资金吧。我什么人力人才不够，我找人才嘛。问题是你累的是下这一块，那就没办法了。有时候我觉得跟弟弟之间思想观念不同，他比如说对我一些想法，他觉得很有那个。我又觉得我一定要按照这种方法去做，他又很有意见，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听他的话，我自己又想，我觉得这是对的，然后我没听他话，我又觉得自己很难受，但我又控制不了自己要往前走，就这一点上我也觉得很纠结。你有点混乱啊，你这段时间有点混乱。是，我就说不是你弟弟不愿接受你的东西，他觉得你混乱相反，而且易变。你这种混乱跟异变这种想法，他是他接受不了这种跳跃性的一些变，是很跳跃最近是，但是但是你的他的跳跃是对的，你知道吧？因为他因为在公司发展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你姐姐，他说出一个方案的时候，这个方案随着人事不断的在要变化，因为在发展期间你不能稳步的前进嘛，你不是说我说出来了我就一定要按照这个稳步的推进。男的都是这样的，你既然我们俩定好这样，我们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吧。你怎么中间突然跳起来了？你又跳到另一个方案里边了。但是他是随时调底的，因为在发展期间还不能说是就像人家已经成熟的公司那样走，你知道，发展期间就是随时调整思路的策略。这个是他对的，因为我很尊重，我真的很珍惜弟弟的感受。因为他身体也不大好，我真的很怕增加他的负担，他怎么样？我是很珍惜我弟弟，我家里娘家这些，我把这个看得很重很重。明白。我就觉得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在一方面觉得自己累，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理解，只是他们不像你那么理解别人。他们理解你的方式跟你理解别人的方式不一样，你知道吗？就太在乎，就我娘家，就我家里那种感受，我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让他们操心；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得不到支持。就觉得我很多想法他们都是反对我，我好累好累。能做好你自己就够了嘛。对对对，一方面就觉得亲人不管兄弟也罢，父母也罢，兄弟姊妹也罢，也是缘分走在一起的。大家之间虽然有时候性格啊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知道吧？但是我觉得亲情你们是很浓的，就算你怎么说，你跟你弟弟之间父母之间，我像那种亲情啊，你们家庭那种亲情是有，就很浓厚的亲情，就是说，但是不要因为过多的去照顾对方的感受，反而最后大家心里边都伤害。他要照顾你的感受也没办法说了这句话，没办法做。你要照顾他的感受，这个还做什么公司了？觉得现在没有这个智慧，互相照顾感受了，那你还做公司是不能照也这样子的。现在没有这个智慧去很好的去处理好，然后处理好这些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蛮糟糕的，觉得确实也是爱不够啊，修行不够啊，把这个事搞得这样子，然后自己一方面很累，承担在公司，然后呢觉得很委屈，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智慧不够，觉得让他们这么着急或者担心，特别是爸爸妈妈就会觉得那个没办法，因为你是他们女儿，你这个没办法，他们要操心的。这个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不能因为他们操心，然后你又去操心他们。这些当然说有亲情的家庭是这样的，但是逐渐有智慧的话，慢慢的你要从这种亲情里边这种纠结里边走出来，做好你自己。其实你们家每个人，不管你多爱，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该承担的每个人要自己承担，你帮不到的，你能帮多少呢？
每个人有自己承担的能力。遇到事的时候，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妈妈会那么坚强，你的爸爸也会，他也会，弟弟也会。他有他自己承受痛苦的方式，知道吧？有些事即使你历史你也帮不到他，告诉我。就经常会觉得很担忧，他必须自己去承。对对，就经常会觉得很担忧。他该受的他一定要受，你担忧什么？你如果想帮助他，做好你自己；如果你想帮你妈妈、帮你爸爸、帮你弟弟，完美的做好你自己。嗯，其实我把你自己的苦难先解决了，对，你才能帮助别人。我没有需要帮，我觉得我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哎呀，你算了吧，就算是他们，如果你给他们造成，那是他们应该承担的，那是生命，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互相就是关联的。你看到的你一个小家，甚至我们在关联的宇宙一切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的。你如果苦难，甚至给宇宙造成影响，知道吧？你就忘了你给你爸爸妈，你是宇宙里边一个互联网里边的一个交叉点，是大家都是联系在一起，只是他们离你近而已，你看到了他们而已。没关系，你要看清楚，婉瑜现在是很辛苦，有角色，我的角色来自于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全部来自于情。那这些东西，一个善良的人在这个世界应该是很快乐的，为什么这么苦难？你看看，你放眼周围，深圳也罢，广州也罢，珠海也罢，所有善良的，所有能够善良的，渴求圣洁完美的，哪个人不苦？哪个人没有苦难？知道吗？特定的，我们这个时代到造成的，整个时代，我们的眼光，我们太世俗了。我们可以说那些苦难是外在来的，也是我们自己来的。难道我们不俗吗？我们的眼睛，我们盯的是什么？我们也着想，是不是？我们也有时候也很世俗，我们也着想，我们也有时候金钱第一，我们也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自己也是名利情欲放不下，也很着想嘛，是不是？也很执着嘛。但是我们渴求那些东西，渴求脱俗，渴求圣洁和纯净的东西。但是所有渴求的这些女孩子、男孩子缺苦，担当起来，这就是众生的苦难。你担的是婉瑜的苦难，也是众生的，所有的未来会好一点。未来所有善良的人，可能慢慢的都会像开花一样，都很快乐。只要你追求圣洁、纯净，追求善良，你就会很快乐。现在你越追求这些越苦，我告诉你，是吧？纯净、圣洁、完美、专注这些东西，你追求的这些东西不存在。目前不存在，你知道，所以你会苦。未来会有，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宇宙朝进化了，未来会有。嗯，未来，就是说，未来几年以后，可能十年吧，看你熬不熬不过。就是说，可能，但这有利于我，但这十年。恰恰是我们这些苦的人要去传播这些东西，才能改变这个状态。为什么善良的、追求完美的、追求美、追求专一、追求纯净的这些人会这么辛苦走的，而邪恶的人反正很快乐？你觉得不对吗？而更邪恶的人、更世俗的人会很快乐活得在这个世界，很自在。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恰恰你传播的理念，当你我们不断的在传播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天你发现，只要这个人他追求正向的东西，他都会活得非常开心；邪恶的人他就会受的，他就会不开心，那这个世道就变过来，那么，以前的世道就是这样子。以前有一些世道就是我觉得过去几十年大家都其实真的是心性上那种魔性的东西比较重。比如不管商场上，或者是你越不是学厚黑学嘛，越黑脸皮越厚，越邪，有时候你越不正道时代，别人还觉得你越优秀。你看你商场上更是这样子嘛，你越不择手段，别人觉得你越有本事，是不是？就是说男的怎么样怎么样，还跟在外边玩女人或者什么，包上十几个老婆，别人都觉得他很有能力。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人们的那种认知啊，
完全的就偏离了，偏离了正向的东西。他一切是以只要你有钱你就是对的，一切你做什么就行。他以钱啊，他以你官大不大，他就来心里就认为你是成功的。就是他的定位啊，对你的在人的对你的定位，他就是发生了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偏离，人们的人生观、生命观、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就是魔性很重。但是未来过了2012年是一个分界线了，未来会偏向于正向的东西，人们开始渴求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渴求一份崇敬的，圣洁的东西，你要厚黑，没人跟你打交道。对，你试试，你先拿出厚黑学给人看，是吧？人们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谁敢跟你打交道？是吧？但是以前是推崇的畅销书啊，知道吧？是，对。怎么学的脸皮厚一点？怎么学的无耻一点？嗯，我卖过书是，这书卖得很好。人们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惭愧啊，他做了什么事情从来不惭愧的，漠然冷漠，知道吧？就是为过去很多的心冰冷漠然，做任何事情只顾自己的觉受，就是这样的，就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金钱至上，只要你有钱什么都可以了。但现在不同了，我觉得虽然现在没全变过来，我觉得今天我想明天后天，我觉得很多人会认识到这些东西。我承认你有能力，你会经商，但是做朋友拜拜，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跟你交往的。你这种你赚到钱，我们不代表你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是伙伴，合作伙伴，但是你不是我朋友，我不认这种朋友，知道吗？是。就人们的价值观完全变了很多。在认知上，我是主要是认知改变。认知上那个的话，慢慢的，我相信会走出来的，会走出来的，就会觉得累啊，或者哭啊。今天早上也是这种想，如果我现在还觉得我很累的话，一定是我的爱不够，慈悲不够。不要这样想，是。不要说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谁的问题，他就是个觉受。你要认知他，觉得他不是因为什么，他没因为，他就是生起来了，就是一个状态，你知道，人有很多很多的状态的，这是其中之一，苦难的状态，知道吗？你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状态呢，但这个状态出现以后，就是目前的时空场很多。很多你正好追求的那些东西啊，正好在这个时空上不能达成，你知道吧？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它不能达成的时候，那就苦难就来临，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份苦难，知道吧？那是你的苦难，也是跟你一样的所有众生的苦难，那你就担当，知道吧？担当自己的苦难就是担当众生，不要去马上就定位这个苦难是你怎么了，是别人怎么了，是你怎么了，跟你也没关系，跟众生也没，跟别人也没关系，他就是突然在这个时空场是生成的，直接的坐着呢等着他消失。是的，你不用去改变他，他是虚幻的，你改不了的，他本来虚幻，你改什么呢？就像天阴了，你还不是坐着等着雨停吗？你出去说不要下了，不要，你有什么都是浪费嘛，休息，知道吗？一样的道理，就像你现在就像外边的天，我们坐在这儿聊天喝茶等着天晴，你所有的状态过去也是等着天晴，知道吗？让自己的心休息停下来，然后等着天停下来。 OK， 苦难结束了。哎呀，太好了，它就是个状态，是吧？没时候他这个时间，是时间只是一个，不是，你会喜欢这种状态的，有一天知道吗？他就是个状态，你有什么逃避他去跟他对抗的吗？抗晴天也是一个状态，你被天烤的是太热了，还喜欢下两天雨，是吧？不要去对抗他，接纳他，对，也不用接纳，你就坐这聊天休息等着就行了，你不需要接纳，也不需要抗衡，你就不管他，不要认知他，这个状态才会消失。你认他是个状态，他就存在在那儿。
是你给把它固定定住了，好吧？你看你挺喜欢这个状态，经常说我就喜欢这个状态，我可以休息，明白了吧？你这个苦难的状态跟他一模一样，你既然喜欢你这个状态，是你喜欢的，因为这样你可以休息，你的心累了。哦，对对，嗯，你说对了，嗯，你累了，就潜意识。那么好了，现在休息了。嗯。他休息几分钟、几小时就够了，嗯，不需要的很久。喝杯茶，吃点蛋糕，喝个茶就休了。你完全休息下来就够。最主要是你一直没让他休息，虽然你在这状态里边的，你一直挣扎挣扎，他还是休息不下。如果你告诉自己，我累了，那让这个婉约，好吧，现在就这种状态了，那你睡吧，你好好放松下来睡觉吧，全身放松，然后能让你的心脏、肝脏、脾脏，你告诉一个一个告诉，就是休息吧，两三个小时就休息过了，知道吗？自己给自己下一些指令啊，或者是就告诉自己这些。嗯，对，嗯，因为人体有时候是一个很精密的电脑，输一些指令是起作用的。